抬头一看日历，竟然已经立过秋了。名义上咱们已经进入秋季，但炎热的夏季并没有结束。上周好几位狮子座女星在庆祝生日，火象星座的女孩内心阳光、热情、大方。在夏天的尾巴里，她们如何穿搭？冷拍照的姿势和状态，同意啊，自信啊，越来越像印象中的狮子座女孩了。38岁生日庆生，一共放出两组图片 ：Look in 经典凤尾红边 T 恤配短裤，外加枣红丝绒衬衫，两件上衣单品都很实穿。下身不爱穿短裤的朋友，换成长牛仔裤也同样经典。Look 二海边蓝白套，佟丽娅笑得开怀，仿佛一道带着海盐气息的微风，清爽宜人。上衣3.1 Fairy Play， 18年生日她也穿了这个牌子。佟丽娅本人则礼貌地回了句谢啦。18岁佟丽娅状态已经很好，那么温碧霞这组大片你品品。今年是封神榜播出20周年，7月底也是温碧霞55岁生日，她连拍几组大片。Inter 杂志8月刊封面，清代淡描，光影变化映衬魅惑姿态，意境为先。一号的望子如实打实的映照证明，美人虽然迟暮，但魅力锋利犹在。55岁这状态，不愧是人们心里最美的苏妲己。而只要妆造不出幺蛾，以倪妮的身段和经验，她拍映照驾轻就熟。出色 WSG 点八月刊封面，在她历届封面里不算出色，但若对比本周其他几位的封面，这组成绩也在平均线以上。不评价吉他，那背部蝴蝶骨加脊柱沟线条也是绝了。至于生日私服，和佟丽娅一样，倪妮也换了两身，一件挑了条纹衫，上衣 Gucci。另外一套是舒服的灰绿色搭配，干净随意又放松，是熟悉的倪妮 style。pose 女王重出江湖，生日会上怎样拍照？大家可以学起了，全套 broadcast 的播。生日这两天，小雨意外还在兢兢业业录节目，正式场合做主持，则换了粉色西装套加裸色尖头高跟鞋，说得上是温柔坚强，端庄大气，但总觉得还是有些僵硬。显然，在娱乐向节目里，她更加如鱼得水。First 青年电影展，别人都穿长裙，佟瑶自然垂坠的衬衫加上贴合的黑色长裤，干练又现代，反而凸显了她身上的冷淡精英风格。期待佟瑶女士未来贡献更多优秀办公室穿搭。除了几位寿星穿搭，也来聊聊另外几位。Chanel 趋势创刊1周年封面人物，主题叫蛰伏与新生，岁月沉淀而来的惠英红，太适合这个主题。她红的热烈，黑的纯粹。周韵许久不见，气质依旧一马当先。一身适合童谣一样的衬衫假黑裤子组合，但童谣是现代，它就是复古。周韵的衬衫质感相比较童谣的更加硬挺随意，下半身更用中裤配了俏皮的印花袜子。既然这么美，号称天鹅颈的周韵也有颈纹，我的颈纹焦虑瞬间被治愈了。但我更祝愿所有你们可以无论多少岁都不惧岁月带来的痕迹，有颈纹啊眼角细纹也都能像惠英红、周韵这样大大方方展现自己独一无二的气质。来聊聊本期造型，你最喜欢上面谁？